第一名，新歌日榜的第四名，新歌周榜的第五名。同时呢，专辑同名主打《迷之音》呢，一推出就拿下了 KKBOX 的即时榜第三名，是不是要掌声鼓励一下？哦耶！另外呢，专辑现正火热预购中，预购好礼呢非常的豪华，有这个32页曾沛慈摄影加上文字札记，以及曾沛慈 Plus 的一个口白贴纸，欢迎大家呢可以呢拿到手之后呢来好好的给它利用一下啦。而这个新专辑的预购呢，也在这个包括博客来的全馆即时榜拿下第一名 ，CD 即时榜总榜拿下第一名。华语榜的第一名，以及整体音乐 CD 馆的第一名，我们都是第一。接下来马上欢迎第一名的女歌手曾沛慈，耶、yeah! ！好，不啰嗦，他们说不让你讲话，先拍照。好，来，今天美美的先在背板前方，我们让大家先拍拍照，这样可以吗？这个距离，没赛哈。好，来。带着风光的心情啊，刚提到过哈，8月16号啊，叶飞姗姗来迟，来，各位姗姗跟四四赶快就坐，好啦，你看，人逢喜事精神爽，专辑要发，你看现在 pose 特别多，有没有？好，有练习过各位，我们现在可是戏剧一姐哈，即将也要当唱片一姐哦。好，来正前方看一下下。当然呢，曾沛慈现在是360度全面无死角，怎么拍怎么美，典型的网红就是这样。好、怎样摇曳身姿有没有？好了，今天真的是开心的心情啦，因为七夕情人节跟大家可以相聚。哎，右手边这边看一下下，哎呦，你躲在梁树后面也可以拍出好照片。哎哎咦，不错哦，各位，我们的摄影大哥也是很厉害的。好，来右边到正前方再定格看一下下，给大家一些很迷人的眼神。左手边，你的左手边，耶、开心啦，感谢大家。其实这也算是遇水则发啦，大吉大利的七夕情人节。哎、你看你看，他拍到欲罢不能了啦。还有呢，我们妹子不能冬眠太久哦，各位，在他崩溃之前赶快拍一拍。好 ，OK 吗？好，谢谢大家，我们帮佩慈上一下麦克风。哎，佩慈，关姐好，现场各位媒体大哥大姐、各位朋友们、贵宾们好，我是佩慈。耶、刚刚有听到我报告你新专辑预购的好成绩吗？还有一些新歌在数位榜上的好成绩吗？有，感觉怎么样？戒慎恐惧啊！真的吗？对。我自己每天都在刷那些榜单，自己也在刷是不是？毕竟手机流量，手机就放在那边，真的是忍不住不拿起来看。听一下，听一下。对，觉得暑假其实真的是那个叫什么，万马奔腾。对，发片旺季啊。对，每一天就会有一首新歌杀出来，但是真的是很感谢目前大风筝或是迷之音，都还有在榜上，希望他。永远不要掉下来，永远都在前三名的位置啦，我们不要那么贪心说都第一名，就是有偶尔到 A1 R2 A 为一，对，希望可以什么做四望二做三望一之类这种就好，现在真的太难了。对对对，因为现在那个前几名都是比较说唱的那种，对对 对饶舌歌手啦，所以你要杀出一片天也是感觉大家有眼光支持你，对不 对所以呢，迷之音即将就要来正式发行，跟大家聊一下这一次新专辑的概念。虽然呢，大家听过迷之音，听过大风吹，可是还有更多的专辑还在新歌嘛，歌曲还在酝酿当中，跟大家小小透露一点吧。好，其实这张迷之音专辑里面的10首歌是我个人觉得从业以来算是一个，我觉得是我的最大突破。怎么说呢，就是跟什么尺度都无关，我觉得这是一个这十首歌的所有的态度都是以前我不可能做的，因为这十首歌是我的告白，我以前是
我以前被访问的时候，我常常会说我这个人是不告白的，我觉得我需要别人告诉我说，别人主动出，对对对，好像很需要别人的肯定。可是现在我觉得我自己终于成为那棵大树，就是以前常常被别人照顾，被别人爱，但是这十首歌里面有我对家人的倾诉，有我对狗狗，有我对我的事业，有我对我的不安，有我对我的软弱，当然也有我对我的感情所有层面的告白。我觉得这张专辑就是当最后一张在做了啦，所以哈，喂，就近就手，就是没有，但是就是非常非常的真心，因为有时候在这个圈子不太敢把那个内心全部敞开，但是这次既然是专辑，既然是唱歌，是，我就真的是把自己所有的情感投入在里面，毫不保留的跟大家做一个最真实的交流，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专辑认识以前没有认识过的你，把你身上的标签都撕下来。对对，而且我也希望借着这张专辑要告诉所有镜头前可能你们觉得自己好平凡好平凡的人，没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当你接受真实的自己的时候都会变得超棒。 OK， 没有保护色的曾沛慈要当一个最独一无二的自己，也希望透过专辑的聆听，对，更加让别人也变得更勇敢，对不对？对，然后就是这个宣导，这个鼓励，我们还就是强迫的做了预购的金美白的贴纸，因为呢两个标语精选，我就会跟我说碰五个是不是不行，就只能两个，肯定精选。第一个就是 No pets, no life, 没有我的啊，这个有点不好意思，好，然后第二个他们就让我选，然后我就大概十几个，我看到最后一个我就觉得就是他了，哎呦，这个标语叫。我怎么那么美？所以各位那个美，对，就是需要一点信心跟鼓励的朋友，自信爆棚呢，去买我的专辑，预购预购。所以呢，听了不会后悔，因为姐就是这么的美，真的吗？360度无死角，欣然接受哈。我真的很怕，就是被吓不要脸的标算盘，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我觉得真的好，但真的要先爱自己，别人才会更爱你。没错，对，所以呢，提到过，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哎，怎么说？七夕情人节啊！我真的这种日子，这样无感是不是？好，那大家散啦。没有错，真的是个好日子哦，是个好日子，非常好的日子。对对，因为遇水则发，明天台风就刮风球了，你就办了听歌会。而且我刚从计程车上下来的时候，下来没有雨，一到门口啪，哦，是不是？就是我遇到很多水，但淋不到。就不会让我受伤跟狼狈这样。对，你看他是美美的进来，所以呢，今天也真的祝福我们新专辑在8月16号发行一个美美的遇水则发的好成绩。好的。但是提到了8月7号七夕情人节，不能免俗，还是要做一些事情嘛。对不对？哎，你那很我惊惊嘞！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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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祝你一切心想事成。所以今天雅神要送你一支4元饼，各位注意哦，不是3元笔，也不是5元笔哦，是4元笔哦。4元笔是希望的良缘能够被刺到你身上。所以来，各位，4元笔赶快送上来！哎呦，今天加多低哦！哦，做大支，越人高也比较大，里面都没有装一些什么比较。你说一些比较香的道具是不是？没关系，不啰嗦，我们跟4元笔先拍个照，希望呢如有神助，好不好？拿了这支笔，各位良缘就来了，而且呢一切心想事成，无往不利，笔指向哪里，我们专辑销售就到哪里，对吧？比个一，我们销售就会第一名；画一个二，就是双喜。你们销售人气都是强强棍，好，比个3就表示呢宣传型一切事情都非常的 OK， 要比斜一点点，对，这样可以吗？好，对对对，哦，你看看4元笔啊，缘分一下就来，而且这支笔是真的可以写的，我等一下让这个曾沛慈用这个4元笔来做一些小小的有趣的事情。好，那我们4元笔在手上，等一下让这个佩慈呢稍微许下一下七夕的一些美妙的愿望。好，来中间再定格看一下下，耶！哎，还是4元笔要换一个方向，这样子会是那个正写的字，对对，会是正写的字，对，这样子。然后呢，4元笔呢，对，你孙悟空呢？哦，好来。对对对，对，去面对镜头是正写，这样唱这样，对。
陈晨芳、王凯梅子，希望正缘很快就来到。好，左手边 OK 吗？好，来，四元礼牌杯旁边先摆着，我们麦克风再送回来，然后呢，让这个配子，你要许愿啦、啊。因为四元笔表现就是可以无往不利啊。好，来，第一个愿望就是怎样？唱片。等一下，因为他许愿就是，一口气要讲很长。哦，是啊，你简短一点哦。唱片大卖，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早日办大场演唱会，这是第一个，你不用演的，你哪那么长没据点的？我没有据点了。你以为没有呼吸就可以算一个吗？法律没有规定许愿。OK， 唱片大卖，专辑名列前茅，举办大型演唱会是算一个啦，好吧？一个同质性很高嘛，差不多。第二个，我希望，再来，我跟你讲多长了，来啊，不要换气啊。我希望自己之后的每一个作品都非常非常的勇敢，有点抽象，但是很希望自己，不管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害怕。Be brave， 对，这就是你自己。Be yourself， 对 ，OK， good。好，第三个就是身体健康，然后希望下一首跟下下首跟下下下下首什么点击率什么的超级高，耶、yeah! ！OK， 也算是身体健康才有力气一直去 repeat 这个。现在希望这个身体健康之旅的每一首歌都能够节节高升。没错。好 ，OK， 三个愿望到底能不能够如愿的完成呢？各位有一张卡片，迷之音心愿卡，请帮我们送上来。各位，七夕情人节必须要让他们来乱点鸳鸯谱一下。各位，我们这个板子上面有六位男神，圈内赫赫有名的。好，第一男神孔刘，第二男神从前有个好莱坞 Brad Pitt。我有权利删除的啊！那么你先把张立东删除，他不该出现在这个榜上。哦，但是哥哥我还是爱你，但是你真的不该出现在这个榜上。直接把他先给迪丽掉，是不是？对。那后面还有想迪丽掉的人吗？昌宪 OK， 他最近去冰岛跟他老婆度假，还帮我就是在现实中还发说他在冰岛听着迷之音。哎呦，太有诚意了，很有心，很有心的打勾，很爱心。Love。肖志伟，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可以，他很好笑，宝宝他很有望气。但我刚刚才看到他 IG po 他跟他女朋友的那个，我不能变成第三者。哦，是啊。但是个性啊什么可以参考，才华的部分。哦 ，OK， 那前面这几个呢？没有问题，直接就是不是没。这三个有我配得上他们的问题。后面有OK， 前面三个直接高攀就对了，你认为你是高攀，对，然后后面那三个就是可以考虑一下，对，好，那很简单啦，因为呢各位，我们在这个六大男神的旁边有相对应的心愿，究竟曾妹子能不能够顺利的愿望美梦成真，请你从你的男神开始出发，游戏规则是碰到就要转，对，就要转弯，然后呢一直从左往右走，往目的地前进。好，所以你第一个要选谁？我要选孔刘。搞不好张立东超好的，然后孔刘是不是？要跟蔡依林？张立东真的还好。真的假的？以前老公就是孔刘啊。没关系，大胆的竞争，好不好？这个爱情世界是公平的。好，从孔刘出发，走，转弯。对吧？错了啦。好，往右边走。好，好吗？再下。再这样弯。下，转弯，上，有这种转弯，有，然后再上吗？对，再转弯，你到目的地了哦。如果是捐出什么钱，我真的会。听秘密是不是？我打开了，自己开。孔刘会来到的是啊。先拿金钟，再拿金曲，按照顺序。但这种话我真的觉得，怎样？不好意思，不能由我说。哦，那我来说好了。阿关姐尽量说。哦，各位，今天公布好消息，孔刘太太就是我们的曾佩慈。除此之外呢，曾佩慈还能够如愿的得到了三金，耶！ Yeah! 所以第一男神已经被夺走了，你还可以夺走第二个男人。
乘五吗？你要五是不是？五颗可以。哦、oh, ，OK， 来，我们从那个金城武这边出发一下。哎呦，哎，那他要上去是不是？对，对，他走，往上，转弯，再走，再走，哎，下来，哎哎，这很慢，下来吗？下来。金城武要带佩子去哪里呢？倒数第二个愿望，金城武，哇、哦，哇，好棒哦，好烂哦，谢谢。可以啊，如果是我和好朋友不用还，所以多少钱可以不用还？没上限吗？金城武跟你借多少钱，你可以不要他还？他跟我借多少钱都可以不用还。好，是我要跟他借钱吗？好。所以呢，金城武会带你走到一个朋友借钱都不还的境界，但你还是无怨无悔的爱着他。可能他会照顾我， oh, 所以我的钱可以借别人。嗯哼，好，没问题。第三个要不要选一个？可以再选一次孔刘吗？不行啊，因为孔刘你已经知道了。我觉得我给他们这些丑男一个机会，不是、啊、给这些那个外貌比较不出众的男子一个机会。我选他好了。OK， 立冬，我想知道他的是会是什么。好，立冬在台风天出任务，看看。最后不要带菜我。好，看看张立东会带佩子去哪里？转弯，往上走，再转弯，哎，又带你往上走，转弯，哎，又走下来，这个，哎，到这边。OK， 好，四元饼，张立东带曾佩子去到哪里？请揭晓。说的那么铁齿哦，十年后我们已经认识15年了，嗯，不可能。我从他很瘦很瘦到很胖很胖很胖，很乖很乖到很不好说，都我看过他一生了啦。哦，但没有火花，没有，真的没有。哦，他每次只是说啊，佩子好可爱哦，嗯，然后我就不回应，哇，就读不回。OK， 所以马上遇见真爱，可能你就是已经找到了孔刘了啦。那来看一下 Brad Pitt 或者是这个昌宪，还有志伟会带你去来看一下其他的三个心愿好不好？专辑大卖，专辑大卖，这个是哦，买太大声，没有你了，没选到太可惜了。还有什么？来，这个是谁啊？你可以走过去啊。哦，肖志伟，我刚本来要选他。对呀、啊，你看雅神唱片失望了啦。哦，天天失望。哦，我是不是得罪雅神员工？哎，所以你不错哎，三个愿望你选到了。还蛮 lucky 的。对，得三三一，遇真爱，还有朋友借钱都不还，这个算好了，有真爱 OK 的啦。OK， 有真爱。对， okay. 所以这个迷之心愿版，大家需要那个曾佩慈画押吗？应该。说哎。是作证说，哎，孔刘就是让你可以拍我跟他就好了。你这个名字真的是，好啦，哎呦哎呦哎呦，这样开心，麦克风帮你保留一下，你可以尽情的蹂躏孔刘。好，来，对，不会不会，哎，来，对他是真爱，一颗火热的心，希望孔刘能够听见，也能够看见。哦，好配哦。心愿满足，佩子能够美梦成真，心想事成，真是一个可爱的活动哦。好啦，帅哥不嫌多，孔刘永远是真爱，耶、yeah, ！谢谢，恭喜佩子。好来，哎，所以你的麦克风呢？好来来来，所以这个孔刘这种类型，你很可以。一生都可以，没问题。下半生交给他，哪个生？下半生、啊，生命的生交给他。但他的孔太太真的太多了，我不要跟大家抢的意思，我就默默欣赏而已，默默喜欢这样子。对对 对,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差不多迷失心愿版也算是完成了哈、哦。是。对，所以也都算是很 OK 啦。所以要祝你啦，得三金遇真爱。
朋友借钱，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好，所以呢，我们这个谢谢佩慈，这边让这个佩慈要补个照吗？好，来补一下照。哎呦哎呦哎呦哦，来来，让我们补一下照片，真的补一下跟他吗？没关系，你全部，你全部。好，背板撤，背板撤。好，来，心愿板先撤。好，让这个佩慈呢，我们在背板前方再补一些照片。好，等一下呢，这个平面的照片补完拍摄之后呢，就是让这个佩慈准备进行我们的电子媒体联访。好，来 pose 看一下，会长有指定哈。哎，干嘛这么勇猛？遇见真爱，对自己专辑有信心的，对。所以这一次专辑整个含金量非常非常的高。OK， 谢谢佩慈。来，佩慈左手边这边再一下下，把它当成孔刘，把它当成孔刘，魅惑他，眼神带点定。来，前方金城武，金城武哦，各位哦，人人都是金城武。对，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啊，右手边人人都是张立东。不见呐！麦克风呢？没有带麦克风。好，大家都来台前采访，有定位了吗？好，光线啊，画面啊，收音都 OK 吗？好 ，OK。拿那边，拿现场的吗？大家辛苦了，谢谢。如果现场的麦克风给佩慈呢？你们大家收音 OK 吗？还是我讲大声一点，这样呢？可以。可以吗？可以吗？你好，你没有麦哦。那我们好，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准备来喽。好，谢谢。麦克低一点。我吗？对，这里。好，是手低一点，人不用低。好。佩慈，要不要先讲一下，就是准备要发新专辑的心情？其实我说真的，真的是。每天刷排行榜是一件很考验自己的信心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其实华语流行音乐甚至不同类型的音乐都非常非常蓬勃的发展，然后我也其实很那个金曲奖我也有看，那其实自己会思考说，虽然说这次觉得对我来说是一大突破，但是看着排行榜啊，那个前三名等等都是一些比较怎么讲，哎，我要怎么形容？这叫什么？嘻哈说唱类，就会真的有的时候夜深人静会觉得我下一张专辑，我是不是找到了下一张专辑的方向？可是真的不一定人人都适合。然后我上次好像遇到一个我遇到那个吕世轩，我们一起上节目，然后他说其实你真的可以试试看。但 anyway， 就是希望这张专辑《迷之音》，我其实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大家给我评语，就是以前可能有些歌迷他们就觉得好听，但是其实不会留言。我觉得好的坏的评语我都很想知道，因为对我来说真的是，我觉得这是最贴近我的样子。所以如果真的是很坏的评语，这种你也有啊？我已经有看到了，鼻音太重。这好像也没有太坏。然后我说啊，不能用鼻腔共鸣是不是？好吧。但是因为现在目前出来的 MV 只有《迷之音》嘛，然后也会有一些人说，
虽然你好像就是有变漂亮，但是又好像，对他写好像，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就是他们还是会觉得说，喜欢以前的样子啊，喜欢我演终极的样子等等，还是会有这样的评语出现，然后也会有人说就是很拉拉这样子，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曲本就是他做的。这次的专辑，陈君豪、Star Chain， 陈宁儿。哇，太多人，七星王陈建奇建奇老师，然后张简君伟老师，很多很多优秀的音乐制作人，就是镀了很多金啦，就是借他们的，对，我觉得一切都很，什么评语我觉得都很合理，然后我觉得那么多金会不会怕自己表现不好？录音的时候很怕，然后录音的时候其实。通常我们会录一到两天，然后录第一天的时候话都很少，然后第二天跟制作人变熟之后就开始聊天，突破好了，有点算是跟他们交朋友，突破他们心房，他们人都很好，所以还好没有这个问题。那出这么多金应该有明年金曲奖压力吗？我不敢想哎，真的，因为觉得，因为才发到第三张专辑，然后我觉得金曲奖对我来说很远，那今年好像会先来金钟奖，所以希望，其实这次专辑里面跟自己的创作跟娱乐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先啊，讲这种话就觉得很容易，如果被哪个评审看见，他如果不开心就不好了。好，没事，我们就是，反正我刚刚已经那个做梦有梦到那个什么夺三金嘛。可以啦，我满足了。所以夺三金是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跟愿望，这样吗？其实还好，如果真的金子比较开心。没有，我刚刚就开始前我一直流鼻涕。我开始前我就问同事说，那些标签撕开是不是金额100万之类的？对，没有啦，开玩笑。但是那毕竟是最高指标跟殿堂嘛，我觉得。如果我今天做一张专辑，然后我就先把目标设定说我要拿奖，那反而绑手绑脚。但是这张专辑就是因为没有这样，就录得很开心，而且意外的跟这么多金曲制作人合作到。刚刚除了三金之外，张立东带你去看电影真还是蛮奇怪。我前段时间，他是一直说要介绍好男人给我啊，然后就是一直没有，他就没有出现啊。张立东，好啦 ，OK 啦，所以。对，刚才一开始还选择说张立东不可以，但是小巴蒂可以的这个选择标准是因为我曾经跟那个志伟一起为了洪震的新专辑，我们去当他的嘉宾嘛。然后我其实觉得他在后台跟他在荧幕前是很不一样，他在后台是非常认真在准备的。我最喜欢认真的男人了，对。所以立东说要帮你介绍好男人，那你好男人的定义是什么？成熟，有智慧，长得像孔刘。所以孔刘是我的天才，是我的天才。对对对。身材需要有胸肌吗？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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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练好我的就好了。对，所以我不真的不用身材好。嗯。所以在 MV 的时候有跟那个男模有些亲密吗？我跟你讲哦，我这次拍的三支 MV 都很亲密哦。很开心是不是？哎，我要太惨撞到墙。没有啦，这些都是意外，但是我只能说一支比一支，我希望大家期待一下下一支，因为下一支，甚至是下一首主打歌都是让我。就是我很少这么急着想要 push 公司，可以赶快打这首歌吗？这样子，但是倒也不是因为那些什么亲不亲密，而是这次的情歌跟以前的情歌类型也是不太一样。然后，其实第一《Missing》MV 还好，我就是小儿科，因为演戏常常你也知道，演情侣，对，就是会害羞，不会喜。不能说习惯，我想想，还好，我觉得那是工作。就曾经很多朋友就会说：“哎，佩慈，你们演吻戏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是福利这样子？”我说：“哪有，就是四片嘴唇碰在一起，然后还有一些加一些口水跟一些呼吸的热气。不然大家下次可以去拍戏拍看看，就你无法享受那个浪漫的气氛，没有办法。会不会因为工作久了，反而真正找到真爱的时候，没办法感受那个？”
当然不一样啊，灯光也可以调一下，然后是因为太多人在现场看着你们拍拍吻戏，拍摸摸头发拥抱，就是会觉得我在工作这样。嗯，好哦 ，OK， 谢谢，七夕快乐。好，感谢大家，谢谢佩慈，感谢所有的媒体朋友。好，那我们这个呢，电子媒体联访结束过后呢，我们这个舞台前方让这个佩慈先休息一下下，等一下我们这个场地呢会稍做一下整理，会转换成这个听歌会的模式。今天呢，会邀请大家来抢先聆听佩慈专辑里的五首歌曲。那等一下呢，也会伴随这个歌词本，我们呢会让大家呢可以一边听歌一边听的旋律，然后呢再请佩慈来跟大家聊一下专辑里面呢，他这一次在配唱过程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境转折，或是跟这个制作人在录音室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相处空间，都欢迎大家呢。如果不敢看的话呢，可以留下来听一听，因为这是一张有点曾沛慈又不是那么曾沛慈的专辑，可以来分享一下。好，那等一下那个，因为听歌会嘛，这是最高机密，歌曲都还没有曝光过，所以等一下要麻烦大家，当然会知道现场这个录音录影是打电的词不行的哦，所以请大家乖乖的，就是把器材收起来，不是把器材交出来。